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关于《王者荣耀》里貂蝉这个英雄，他的台词都有些什么。首先呢，我们登录游戏，然后点击商城里的英雄，我们选择法师或者刺客都可以，因为貂蝉它属于一个半法师半刺客的英雄。我们找到貂蝉，点击貂蝉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貂蝉它没有皮肤的台词。这么直白的盯着妾身，好羞涩哦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她意欲舞娘的台词。不要爱上妾身哟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貂蝉圣诞恋歌的台词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仲夏夜之梦的台词。月光下邂逅的是你或者爱情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貂蝉逐梦之音皮肤的台词。以上呢就是貂蝉她所有皮肤的部分台词了。